谢谢小海。只要你愿意。那个书架顶上放着一幅画，我看是没打包的，我也拿下去给他们了。画的好像是花，对，画的就是花。嗯，何冉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拿错了吗？那画不能给。对不起啊。 哎呀，我这……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同学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们宣传单。请问工艺画展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喂。 你搞错了，有幅画不能展出。好，知道了。昨天是我们的失误，我代他们跟你道个歉。没事。画廊的朋友跟我说，展览那天这幅画被人相中了，你愿意卖吗？不卖。 在我心目中是无价的。你画的是小洲村吗？你怎么知道小洲村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画上的地方应该是中心湖那片的花园吧？对，就是那。 他叫小海，只要你愿意，那也没事。以后记得想我呀，小海，你会遇到更好的女人的，你值得。 我上你。为什么是非洲菊？因为非洲菊的花语是。 不会艰难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他是在告诉我，去追求你想要的人生，我成全你。